假辣椒。系啊，我啱啱谂住讲我假辣椒，你做乜笑啊？我自己啦，唔知阿露啦，但系我會有可能怕醜嘅位，咁點知要深情對望啊？即係你聽到對方呼吸嘅聲音就會唔會太近啊 ？Hello AM 730嘅讀者，大家好，我係 Jeffrey， 我係 Asher 徐思橋，心目中嘅 Jeffrey。斯文有禮啊，彬彬有禮，靚靚仔仔，又識擺下 pose 咁樣係嘛？表面嘅喂，表面咁猥瑣嘅咯喎，就猥瑣嘅咯喎。可以內涵啊喂，著衫好低調啊 ，Jeffrey 係咯，睇得出啦，睇得出，見到佢就。好像一般人的感覺就比較冷冷、啊、即難以接近、啊、因為神一樣咁就咁、就即係但係認識落就俾佢嘅熱情打動咗咁就原來係咁有火咁就即係我哋做戲就哇撞出好多 chemistry 出嚟。我諗 Jeffrey 會係。即使你翻工幾攰幾唔開心都好，都會有個開心果迎接你嘅喺屋企，但係佢都會營造一種氹翻你開心嘅感覺。佢係一個幾 easy going 嘅人嚟嘅，咁所以大家即係溝通上邊就會即係有時我覺得同居最緊要係溝通嘅啫，因為大家嘅習慣，大家嚟自唔同嘅家庭，咁其實相處耐一定係有啲衝突嘅，咁但係其實我覺得只要溝通好咧，咁就其實互相尊重。但如果係我哋嗰幾個同居嘅人去揀咧，我諗我會驚同霍國住咯。點解咧？唔知啊，佢又你問米九啦，佢霸佔嘅空間都好多。有一場係霍國扮瞓覺，咁啊 Jeffrey suppose 要望住霍國擘大眼，跟住即係起身，佢忍唔到笑啊！咁大家都笑咗好耐。因為我覺得佢嘅角色係好難取替，係咪？即係即係你又要有咁上下咁嘅身形、身高，係個氣勢，氣勢，但係又做到嗰啲好笑嘅嘢。阿鄭因為我哋交戰都會上佢屋企吹水，最近乾淨咗嘅，最近乾淨咗啲，佢間新屋乾淨咗，做完執屋之後醒神咗啊佢。阿鄭多多信啲嘅，真係同佢比較 bro 啲啊，真係啊，有時同佢吹水真係吹到凌晨五六點，但唔係佢哋唔好喎、啊，不過佢哋似家姐咯。佢似家姐咯 ，Angela 冇乜家姐 feel 嘅。假辣椒，系啊，我啱啱谂住讲我假辣椒啊，因为我同佢冇乜好多对手戏啊，所以咁我会想了解佢多啲，咁不如同居啦。OK， 你做乜笑啊？阿椒椒都好笑，椒分街啊呢、這个，佢都中意同我吹水嘅，我自我感觉很好。我喺度 out friend， 我有边个同你？我系同我熟啊，你都。我的角色是一個有錢仔但又要帶氣氛的人，處理語氣方面即係要不同少少，因為有錢人咧就好少咁地道啊講嘢，咁所以就有時如果要搞氣氛得嚟又不地道咧，真係有個難處喺度。我睇下啲韓劇咧，一米嘅，即係韓劇咧，有時有啲男主角咧，即係佢做一啲好英雄嘅，但唔突兀噶嘛，但係嗰啲位好正，要吸收一下。好似冇關事，都唔緊要。唔緊要。壓力都喺度嘅，即係因為我哋都會好想有幾 sweet 得幾 sweet 咧咁樣，同埋我哋嘅對打嘅 couple 就係阿娟同埋阿德斌，因為佢哋都好 sweet 嘅，因為佢哋好 sweet， 咁我哋就成日係嗰種對打，即係邊個可以再 sweet 啲咧？我會有可能怕醜嘅位，咁點知要深情對望啊，要好接近啊嗰啲位就。Oh my god！ 緊張啊， so、即係你聽到對方呼吸嘅聲音就會唔會太近啊？哇！聽到個心都卜卜跳。邊個強仔？燈仔強仔，真係啊！不過算啦，我都覺得個劇本咁寫咪咁寫咯。如果劇本唔係咁寫啊，跟住劇本做啫，都係係咯。好無奈，無奈㗎，都慘啊！佢仲要講到呼吸聲添，好 detail 啊嘛，好 detail。我呢啲戲仔都未聽過。我好收埋自己噶，大叔嗰時我好，因為我冇乜群氣啊。之前大叔我都冇乜點同德斌講兩句嘅，但今次就舒服，即係圍埋一齊，我都敢同佢傾偈。但呢一套好多群氣，好多家庭嗰個歡樂喺度，所以係。
即使你一開頭怕醜，即可能佢嚟咗第一日已經哦融為一體咯，我哋成班，所以就係好快就即有嗰個火花喺度咯。全靠大叫，靠佢。當你大叫嘅時候，成個氣場就係你啊！即可能佢未行到過嚟啦，即可能我埋咗位先，跟住咧，跟住你突然間聽到後面一啊咁樣。哦、Jeffrey 在这里 OK 醒了、哦、我精神可以他存在在这里你就他有这个 energy 给了我们了之前在、大叔我唯一跟德斌最多的交流是殺科的时候跟他自拍了一张照因为我不敢跟他即我不知道跟他谈什么所以但之后今次就会觉得咦终于大家都在这个吃饭台德斌都好像很 free 很放松地跟、Jeffrey 谈话我可以拍两张照不是今次多了很多照片Okay. 絕對冇咁冇之前咁怕醜啦。德斌兄就係一個簡直係完美嘅男人，即係又謙虛得嚟，又多道理，多道理得嚟又有教養，行出嚟個勢又型，把聲又好聽，咁所以係真係完美。佢哋兩個嘅性格啊、行為啊、講嘢係好鬼似嘅，所以望住佢哋兩個孖公仔喺度喺個食飯台度傾偈咧，就哦。好 Q 啊！好温暖、好温馨嘅一個場，即係概括啦，都係即係大家都係有內涵嘅人。我好感恩有咁多嘅機會，但我唔滿意，因為唔滿意先會有進步，進步先可以行落去。咁所以嚟緊我就會想試好多唔同嘅角色啊嘅挑戰，咁就希望可以係咯，可以做一啲唔同感覺嘅感覺出嚟，正經少少，即係我都正經噶其實，咁就做翻啲有翻少少內涵嘅嘢，可能做一下一啲神探啊、法醫啊、醫生啊，同埋一啲好犀利嘅人咯，總統嗰啲，總統，即係想做一啲領導人啊，係啊，好有 power。因為現實冇，絕對演戲係想再多啲嘅機會啦，因為想繼續挑戰自己，因為演戲絕對唔係我嘅 comfort zone， 唔係我嘅舒適，即係我會想繼續去可以突破咯。我覺得你啱做間諜，我試下做衰人都幾好喎。唔係，我間諜，我知道間諜唔係衰人。啲特工嗰啲好型嗰啲，啲特工，你有啲 feel 嘅，都可以嘅。哦，特工又幾好，想試下做一些衰人，可能啲污糟啲嘅角色或者間諜都幾好，真的會想看你做一些很成熟、很穩重嗰啲角色嘅，即係唔俾佢笑的角色。咁我想看下係點樣啦，好認真嘅，係啦係啦，睇下佢點樣 carry 嗰一場戲咯，咁就應該都會俾觀眾一個很大的驚喜，我覺得。